好，那我们到旁边休息一下啊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超级大明星了。大家知道这个上海世博会，他正在上海世博会上服务，而且特别请假了一个晚上来我们快乐大本营跟大家见见面。贝贝，掌声欢迎贝贝。 到最中心啊，你一定要找准位置啊！再往前一点，贝贝。OK， 好，可以。贝贝，哎，什么？贝贝，怎么不听话？过来。好，贝贝，来了。好，可以啊，贝贝，欢迎你啊。何老师，您实际稍微有点慢，你太匆忙了一点吧。贝贝，好，首先贝贝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用中文吧，好吧？可以，可以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叫贝贝，是未来伙伴家居教育机器人，非常荣幸能来到快乐大本营做客。哇，厉害！我听见声儿，贝贝是女的。是女的，贝贝，你会用？是啊，那你会用英文跟大家问好不 ？Hello。Hello。Hello。那你可以用英文介绍自己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，你还刚还说可以中英文对话，你搞鬼？用英文跟大家打招呼。听说他认识我们快乐家族五个人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贝贝，你看着我，你认识我吧，贝贝。您是我的偶像何老师，能和您合作您吗？真的？那换一个。让我看看。谢依晨最 fashion， 哇！他为什么是一直最 fashion？ 海涛，快来！嘿，我是谁呀？您是清华王子维嘉先生。我咋过来嘞？这么高的鼻子你没看见吗？哎，他说什么？你说对不起，看错了啊。那这个是谁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了啊。那这个呢？没关系，我是谁？这个你说一下他是谁？您是清华王子维嘉先生。耶！那这个呢？你们看一下。那到底我是谁呀？不好意思，您是哪位？不好意思，您是哪位？哎，我让他想想，让他想想，吴昕来，吴昕来。我是谁呀？您是大爷，美女吴昕，您本人比电视上要漂亮多了。哇！哇，好会聊天啊！他是谁嘞？认识我吗，贝贝？不认识。该打了，他是你们老公，是你老板。但是贝贝，你语气可以稍微热情一点不？冰冷的啦。可以。哎，贝贝，你就站在这里很木讷，你有什么动作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？那你做点动作了。对啊。你抬个手好不好？好可爱。贝贝啊，那个，你会跳舞不？会，不过不想跳。不想跳，贝贝，我们可能就是都有机会去上海世博会，那到时候去上海世博会看你好不好？欢迎。那贝贝，你到时候还会记得我不？记得。那你会记得这个人不？不记得。我告诉你，我要不是踩不死你，我就踩你了。贝贝，你会想我们不？他只想赶紧走。会哈。会啊。那贝贝，你需要我把你抱下去，还是你自己走下去？你自己走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那我们你可以自己绕过我们走下去吧，我们都在原地不动。贝贝，你可以边走下去边唱《菠萝菠萝蜜》吗？你可以绕过我。好嗨啊你！哇，贝贝好可爱啊！哇，贝贝走的好凄凉啊！好悲凉的一种，好难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还给大家说，其实这一桌子呢都是机器人，这个保洁可以跑卫生的。我们需要一个这个哎，这个打扫，他这个碗里是打扫清洁的，娱乐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机器人呢，要给大家表演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，对不对？是哪一个？哪个？
旁边这位啊、哦，他叫什么名字 ？Jackson。Jackson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欢迎 Jackson 带来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表演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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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